下的款式上托的不锈钢电热开水瓶啊，这款是40升的那个电热开水瓶啊，大概可以装200杯水啊，可以看看它的外观。这个有个刻度啊，零，这最大可以到达去到是啊200。这个刻度的话，可以看到里面那个水那个高度啊，就是你刻到哪里，它可以就看到那个水的高度，在这边可以看到的，很明显啊。这个的话是一个出水开关啊，这边是一个电源开关。这个的话就可以比较方便，可以调里面那个水那个温度啊，它可以从30度调到这边，可以调的这边那个刻度指向，如果你想那个水保持在60度左右，就按这个60就指向那个60啊。前面一个指示灯啊，这边是加热的指示灯啊，这边是保温的指示灯啊。我们看看里面那个。打开盖子，一打开盖子，里面是一个纯不锈钢材料做的，那个说明书，里面就比较宽广啊。这个的话是一个感应那个水那个温度啊，可以因为有这个的话可以调节那个温度来的。这个是这边的话，个 max 就是那个水的话，去到这里就很满的了，再满的话就可能就这样比较好，这边最满了，好，大概这样子，看看它整体外观啊。